学会。新北市政府廉政祥物票选活动七号记者会正式的开始，首先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立新乐团，为大家带来精彩的音乐表演。
的第一轮主事长，我们廉政府的张处长，还有我们陈处长、李处长，还有我们马局的薛科长，现场所有贵宾好朋友，还有我们的媒体好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要精神一点，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呢，刚才我在报幕的时候，现场有些贵宾跟我说，这个小姐她怎么讲话的声音好像很耳熟，长相也好像在哪里有看过他。如果大家平常开车，有听台湾一个蛮有的电台叫做飞碟电台，你们就会听到一项新闻由陈纪元编辑播报，或者是我本人，大家都有听到我报新闻，要给我一个掌声。今天我们新北市政府举办这个廉政吉祥物的票选活动，我觉得格外的有意义，因为百摊创联也是我们全民共同所要追求的。那更特别的是，我们廉政的工作要走出去，跟世界的趋势一样，要常常办一些亲民的活动，让大家知道我们廉政工作在做些什么，需要民众配合些什么样的地方。那今天我们新北市政府非常的特别，设计了这一次的吉祥物票选活动。在早上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因为很早来场地布置，好多的小朋友在这边指指点点，已经开始在小朋友自己的票选活动了。这一次的票选时间呢，从今天开始到10月8号的为期。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新北市政府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礼物要送给来参加票选的民众，包含我们 Xbox 的游戏机，还有包含我们的卫星导航，还有一些精美的小礼物。那我们要得奖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参加网路的票选或是纸本的票选，两种票选方式都可以。那有一个规定啊，你要是新北市的市民，或你住在新北市，或你在新北市读书、求学、工作，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票选活动。那活动一开始，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朱立伦朱市长上台来跟大家说几句话，有请我们的朱市长。今天的活动特别的，谢谢市长。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来参加这个活动？第一个是给我们政风处以及处长跟所有的同仁一个鼓励，这是我们大概政风处第一次办活动，这样子非常积极的一个作为，给大家加油。第二个，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观念，就是大家对于廉政的工作，大家以前都是抱持着比较负面甚至保守的看法。其实廉政的工作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正面，它对整个市政、对整个政府的施政的效能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发挥一个积极辅导的功能，它不是只是要来抓或者是来摆，它可以更正面的可以防，还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协助、可以促进、可以帮忙，让我们的很多的公务推展更顺利。举一个最简单，很多公务员现在很担心，动辄说会不会动辄得咎，可是只要经过政风单位的协助以后，他很大胆的去做，因为只要为公，只要依法，只要做好事情，我们都是肯定。那反过来讲，原来可能会误入歧途的同仁，或者是会做错事的同仁，我们来协助他、辅导他、帮忙他，他走对路，我相信反倒他更能够来使这个工作做好。那同样的，政风工作第三件事情，我今天为什么来参加，是除了政风工作可以是正面的，另外一个政风工作绝对或者廉政工作不是关起门来市政府自己或相关的机关做，其实它是要跟民众一起合作的，让民众共同来参与。那尤其是我觉得小朋友很重要，小朋友为什么把环保做得很好，我们现在环保做得很好，就是小朋友知道这是正确的，这是对的。那一样廉政的工作，如果小朋友大家都能够来参与，他就会告诉爸爸妈妈，告诉很多社会的人士，我们一定要走清廉施政，而且要重视这些所有的这些依法或者是依照我们社会大家共同规范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子孩子的教育方面来做，孩子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其实对爸妈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态度跟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用这样子选这个吉祥物的一个方式，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方式，也是一个很正面的方式。
所以第一个，对于我们政府助理同仁第一次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很积极的作为表达肯定。第二个，我们从过去比较是被动消极，变成积极的，而且是主动的一个方式表达肯定。第三个，不是只是我们自己公务机关这样做，而且要结合民间，尤其结合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是一个好事情。那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参与啊，对啊，我们媒透过我们的媒体大家的鼓励跟宣导，我们更多的民众大家共同来上网来支持，我们共同来票选啊。我想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大家的参与啊，祝这个所有的活动非常圆满成功，谢谢副局长来参加，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局长给我们的鼓励，谢谢副局长合作。正面主动，而且要亲民啊！说到正面主动亲民，我们的廉政署就做得很不错，因为他们最近办了很多相关的研讨会啊。我们有请我们的张副组长上台来跟我们做勉励。谢谢今天特别的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可以看到我们新北市政府是非常正面又积极的哦。副署长、秘书长、李处长，还有我们在场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早。早。那正如我们刚刚市长所提的，我们现在廉政政风，我们是鼓励同仁不要待在办公室，要走出办公室，而且要走出机关。因为廉政不是说像以往只是在做我们传统的观念，这里说只有肃贪，但是肃贪的功效还是有它的局限性。我们现在强调肃贪、防贪以外，最重要的是反贪，因为反贪真的是符合整个世界潮流的部分。那像我之前在七月的时候有到香港去参观他们廉政公署，他们提到说，廉政公署成立38年，但是他们是到什么时候才民众真的是对贪腐是零容忍？经过将近10年，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廉政署还有我们所有政风的同仁，真的不要因为说有一些案件的发生而气馁。我们最重要的真的是要走出办公室，那把反贪的工作做好，让民众，尤其我们民众反贪腐的意识整个上来以后，那反贪腐变成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生活中的事情。那尤其刚刚市长所提的，我们这个廉政向下扎根的部分，我们这个活动就是说让我们的所有人，尤其是我们的小学的这些同学，甚至幼稚园，让他们都来参与这个票选，那也让他们透过这个活动了解说我们政府，包括我们全民所最期待的廉政，就是要整个政府要廉洁，而且是要有效的。我们不并不希望说因为我们的廉政所强调的一个反贪，会让我们政府的效率降低嘛。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的认同说吴市长愿意给我们中央局这个机会，那第一次的活动这么支持，那我们也期待说这个活动，这个票选活动，让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参与，也预祝我们这个活动顺利成功，谢谢。谢谢部长刘部，谢谢。来，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工作同仁帮我们把道具也搬上来。今天我们五款的吉祥物要正式的在大家面前亮相了，我们特别设计了这五款的吉祥物，包含了我们的靓仔、腿葵、Bingo、卓越，还有珠宝。他们不是只有造型可爱，也是非常有意涵，他们的性格也是相当的特别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是不是一样再次的请我们的朱署长、我们的陈署长，还有我们的处长，还有我们的督察长上台来，一人挑一个，一人挑一个。我们大家要仔细看哦，市长他这一票很重要哦。好好好，来，大家要看着剪影来挑，看着剪影可以来挑。啊，一人挑一个，来这边来一个，这边来一个，这边来一个。好，来，等一下哈，麻烦大家侧身，等一下数3、2、1之后把它拉下来哈，我们让媒体朋友可以来拍。那现场这边好朋友跟大家都有作用哦，因为3、2、1一揭幕之后，代表今天请您就可以参加挑选，说不定 Xbox 就是你的了。好，大家一起来倒数3、2、1哦，来。
来来来，我们手可以跟其他其他其他。台上是我们这一次所设计的五款吉祥物，再刚好比个赞，我破一个比个赞，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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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我们新北市政风处为我们大家所推出的第一档廉政吉祥物五只吉祥物当中，到底哪一只是我们象征新北市廉政的呢？从今天开始到10月8号，欢迎大家踊跃的来挑选，谢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包含有 Xbox。